project power. That's good strategy. It's good for. 丹佛消防队员同强风、高温同埋低气压嘅环境搏斗，抢救范围达到六平方里嘅山火。三名墨西哥的消防员在扑救一家洗衣店的火警当中及时逃生，避免严重受伤。加州拯救人员在瑞当多海滩附近营救了一条被困的灰鲸。白丝买集团计划关闭50个仓储式门店和裁员，以节省成本。按揭贷款维持低息，但似乎对房价回升帮助不大。最新发放的录像显示被龙卷风吹袭的一架印第安纳考巴里面的情况。